尽人事听天命，欧阳靖的马拉松人生。奇迹不在于我跑完了，奇迹在于我有勇气起跑。就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。谈起欧阳靖，就会联想到跑步、马拉松等。自己跑比较舒服，能用自己的速度，享受自己的时间。因此，欧阳靖也较喜欢一个人跑步。谈到马拉松，欧阳靖形容马拉松是很有趣的运动，它需要长久的练习，但有时也会遇到天气状况不好的时候。欧阳靖也从中学到人生道理，尽人事听天命。马拉松也不同于常人所想，它不是个单纯的跑步项目，需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与毅力。欧阳靖呼吁，马拉松已超越人体极限，没练习的人千万不要去跑。文化一周报道。